主料鸡蛋两个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再多底刷一层油，是刷不是倒，薄薄的有个油印子就行了。家里要是没油了，就原来刷子上沾的那点油都，把模具放在你刷过油的地方，在冷油冷锅状态下点火，中火打鸡蛋，鸡蛋成型后转最小火，模具取出关火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撒一点点盐。鸡蛋先不要取出来，利用锅底的温度再多备一会儿。盛盘烹饪技巧，做锅时锅没有用水平尺找平，打完鸡蛋两蛋黄滚泥坏了，遗憾，少许的遗憾，不过也不错，变成心连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